你要开饭馆，这路走不开，你走不开啊、哦！你骂人骂得太厉害了，我哭了。说实话，我奶奶80了，她耳朵都不背，也没有这么耳背。老板，草莓多钱一斤？30，甜吗？小盒子一斤多一点，来个小盒的，咱这算便宜还算贵呀、啊？便宜了，40吧，42.5的。啊？40多。40是吗？我听着48，您刚跟我说呢，就一斤多一点点，怎么成48了？40，咋了？走，我们带大家去找了一个3511的夜市，看美不美？我再要盖一个怎么算钱？好，盖三个。啊，盖了三个，多少钱呀、啊？回头面。11。就一个臊子。不分大小吗？不分。那不够吃的咋当？不够吃的给你下一碗。啥意思？11块钱吃到饱吗？吃到饱。行，11块钱。我好想问一下驴肉火烧多少钱？上次他驴肉火烧一个7块，两个15，震惊了。咱家驴肉火烧咋卖呢，老板？两个多钱。两个朋友。来一个，8块钱。我听说咱那儿8点才开门，开到几点？一天工作4个小时。还要赶个地方。啊，赶摊呢？在哪儿呢？还在这儿。是咋挣钱的？优秀，我下次12点赶到那边去，我再吃老板一个驴肉火烧。啊，谢谢。这能做吗？可以。那没买咱家东西咋整？那你就买一个嘛。我就买一个。哎，你好。Hello， 谢谢你。那咋整？我又被种草了。我一会儿过去买。拜拜，来一个泡菜米线，多少钱？啊，高山冒菜老板。哎，你好，泡菜在这儿。咱咋卖呢这？16块钱一斤。咱这摊摊一个月收多少钱？不收费。那咱这么整齐都是自制的？对。真不错。啊，接碗就是。啊，这是专门美女的，你的马上就好。啊，这不是我的。我专门把人叫过来，都准备拿碗了。想吃的心情很迫切，都吃。好，我们今天4个人出来吃夜市，哎呀，跟姐妹们在一起的快感，嗷嗷的，嘎嘎的，棒棒哒。然后要了一个泡菜米线，要一个烩面，要一个3个蛋，再炒面，然后再要了一个五香包，要一个葱蜜，再要一个驴肉火烧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要一个驴肉火烧，你为什么不跟姐姐一起玩？人老板娘绝对不要便宜一个钱了，一个人8块，一个人8块，分开要。等等。嗯，你看驴肉，就是这纸板上滋啦啦的驴肉，这谁看谁不迷糊。哎，就个蛋，你们那炒面盖这种蛋吗？我是借你的面，跟我自己盖了3个蛋。看到我的普通泡菜没？哎，这泡菜一碗18块钱，当然没怎么拿肉的，主要是菜，大家可以啊。窜香窜香的，这个汤绝了，一定要去给你的冒菜里面泡一个蛋，不管是煎蛋、炸蛋都可以。吃了草莓，吃，馋你很。看看你这大美女，大美女哪里了？啊，这是吗？我还以为这个小姐姐哪里到了。本地人，这咱自己挖。你是2人？啊，对，您是河南的，陕西河南一家亲。小姐姐跟咱聊天了。啊，旁边还有小哥，批评他，赶紧忙你的事儿。才卖了300元，他们这没有摊位费，还可以啊。而且摆的可整齐了，而且这6桌子，不管你在我家买没买，东西都可以做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冒菜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小姐姐诚不欺我，可香了，这冒菜真的嗷嗷好吃，毫不夸张，这是我长这么大最好吃的一回。好有味儿了，还不咸，不香，对，蒜香、芝麻酱香、麻辣香融为一体，不便宜。我这个泡菜好像13吧，15，他们家卖16。嗯，生意好，别的汤煮的反而差。
他们家一场就结束了。我要尝你的炒青面。哦，干香干香的，夜市灵魂炒青面，一定要盖蛋，爱吃蛋多盖几个。今年生意好难啊！就我们前两天来踩点儿的时候，老板就八点半都没开摊儿，十点你看人没了，都收摊了。嗯。但是感觉每个小摊的摊主还都挺热情的，太玩了。惠州面，响当当的名字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就秦国帝都咸阳，还有一个叫惠通夜市的地方，露天大面馆啊。几百家摊子只卖一种面，就叫惠通面。然后我们下次可以去吃吃啊！我老七的那个，不是我老七，我早期的视频呢，还拍过呢。把我米线给你。哎，把你麻辣烫给我。你拿。你要开饭馆？我走不开。你走不开啊？耳背头。你骂人骂得太厉害了，我哭了。说实话，我奶奶八十了，她耳朵都不背，也没有这么耳背。这泡菜米线8块钱一份，还可以啊。嗯，一般的米线是麻麻辣辣的，它这个米线是酸酸辣辣的。泡菜米线就不是那种红油特别重的啊，但是很有味儿，很入味儿。嗯。哎，真不错，这夜市真不错。有些夜市就应付差事，这夜市真香。我怀疑他们因为不用摊位费，所以把调料用得很好，是不是？夜市上没有摊位费。量还挺大的，5口。嗯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白小白点赞哦，下次再见。是个聪明。草莓味可浓了，一份草莓，点一个炒细面，点一个惠通面，点一个泡菜米线，刚刚好11、118块钱，30还不够，还少了10块呢。干了3个大头。啊对，5:20刚摆摊，这么多人，那个姑娘已经开始进去挑菜了。1块钱一串的麻辣烫，你们吃过吗？你家那麻辣烫都多少钱呢？到底有多少吃？我看看吧，各个。我刚看了一眼，菜老大了。这也都是1块钱，都一样，不管啥都是1块。太好了，咱家开多久了？开了17年。重庆人？我不是重庆人。哪人呀、啊、您？我是荷兰人。荷兰人啊，嗯，帮我拿一下那个豆皮和土豆，2个。啊，这看着太美了吧？我帮你吧，美女。没事，别忙您。菜是自己烫啊。菜哪有烫的？哦，好，1块钱，一个条看着也好香香。好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根菜籽。OK， 你好，我这个。啊，行。辣子多，蒜多。好，谢谢。回，哇，回来了。看看美不美，弄出来。麻酱永远的神 ，OK， 我们带回来吃这个1块钱一串的麻辣烫，不到30块钱，你觉得 O 不 OK？ 觉得 OK， 宝贝来打 OK， 快吃，趁热乎把牛肚先吃，真香香的，嗯，这段麻酱，这个麻辣加麻酱，还带一点点蒜香。油条的，香不香？我买了麻酱，加了这个爆肚粉的汁子裹一下，就是汤汁，拌的砖都好吃。香不香？你今天咽口水了，我都听见了。咕叽咕叽咕叽，还是小偷。这满足啊？这么大的面就可以吃。这么大葱油片，3个都要1块钱。土豆片之大，自己一口吃不下。
我必须要拉上了。你们吃给我涮菜的时候，不开小主食。吃米饭也挺香的啊，这一块菜太美了。哈哈哈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走的朋友们，记得哦，请大家进去柠檬百香果茶。这个酸酸甜甜好开胃啊，咱们今天就可以吃了。